那个带点赶花回来玩了哈，先就会吃吧，馒头熟了哈。哎呀，来点好菜。老妈，来，老公来点这个外婆菜吧。哎，你尝尝这个菜怎么样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尝这个菜怎么样，老公？来，一会儿吃吧，老公哈。你用个馒头夹个菜吃。哦。还有肉嘞！这是啥呀？这家人们，哎呦，这是外婆菜哈，里边有腊肉，家人们啊，它里边是辣，有点辣哈，有一点甜，家人们，如果有喜欢吃的，上咱小黄车可以去下单，家人们啊，19块9三桶哈，家人们，你看这肉，你看，好吃吧，老公？你看这个，家人们，这个携带方便出门哈，带上一桶这个。这个拌米饭吃，拌咱家里的面条吃都可以，家人们哈。这个上下班，这个上班回来不愿意做饭了哈。这是咸菜吗？这纯粹的肉炖咸菜。不愿意炒菜哈，不愿意炒菜的话哈，你就来上一锅酱，来一个馒头一吃啊，非常好。你俺家小宝宝来，宝宝，好吃吗？宝，好吃。这边来，儿子，这边来，家人们，你看了吗？你看我家小宝，好吃吧？来，给我来一点，大助理。给我来一点，家人们，如果有吃辣的，家人们可以上咱小黄这拍哈，它里边有腊肉哈，嗯，好吃吧？好，太好了，家人们，它里边有腊肉哈，怎么样？大助理今天这个菜怎么样啊？家人们有喜欢吃辣的，上咱小黄这去捞就行了哈。贵吧？不贵。19块9哈，这一桶是280克，家人们，一桶280克，19块9三桶。咸菜味儿，这老就 OK 了。咸菜加吃出排骨的味儿来，哎呦，刚香了就是，那么大块肉，你看吧，那么大块肉。喜欢吃的老铁们哈，老就行了，老就 OK 了。还不是像咱们那会儿小肉慢慢或者到嘴里嘴掉了才能尝出那肉来，这现在。一大筷子肉，的。好嘞，拍完了，别吃了。行。拍完了。可不行，别吃了，然后再。走了，拍完了。别吃了，来。